这个小雷娜给抓这边来了，刚才啊，给他清了清这个小石槽的神儿。你看，玩嗨了，跟小斯拉夫。小斯拉夫也不怵他，他也不害怕这七只小斯拉夫。看见没？会叫了啊，这小雷娜。小斯坦福还是一伙的，他们几个啊。就往这一趴。一只小罗维纳对抗这七只小斯塔夫啊，但是他胆量啊，勇气可嘉，他一点都不害怕。玩去吧，玩去吧，去吧。看老八。呀呀，黑壮。帮忙的，看没？在雄起啊，在两火两火，看看厉不厉害，这帮小家伙。一个比一个厉害，没有怂的，我跟你说，别管小斯塔夫还是罗维娜，没有怂的，
我还以为把这小家伙单独在这放着，他们七个会欺负他，然后他会害怕呢。你看现在，你看这牙齿张着，哎呀呀呀呀！这就是最具有勇气的护卫犬罗威纳。这个吃的是小肚子，这是刚吃饱饭没一会儿啊，先吃的奶后吃的饭，然后就是第三阶段，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，吃饱之后的状态。反正他也不怕了，必须得让感觉上学会啊，让他学会，不要说啊，他跟别的狗一打起来，你就立马去解救他，然后他不会，他学不会反驳，就得让他自己学会反驳。哎呀，那边有个拉的，把它给他清了，要不然弄一身。哎，就那一点水儿，别喝了，刚吃饱了，吃货一枚，滚。这有这个水枪，还是特别好的啊。在这个上面用水一冲就行，特方便。要不然这小小家伙这一身白色的皮毛一会儿就成黑的了。几乎玩累了，呵呵，他开始趴下睡觉了。这个已经趴下了啊，还在身上弄呢。呀呀呀呀，太滑了，太滑了！冲完水之后就有点滑。呵呵，他小感叹号了没？他去咬人家，不是人家咬他。他有领地意识，这小感叹号。睡会儿吧，睡会儿吧，亲们，不要打了，这么热的天儿，玩会儿吧。闹得也差不多了，刚夸完。